都有、欸、各种。那我唯一帮我老婆买战利品的机会就是今天了，因为后面两天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精品。你在什么地方？好，我没有来。是有吃的，然后就超市这样。我们现在来到日本超市，由我们美国在地带我们来逛。这边有好吃的牛舌饭，有好吃的拉面。哦，这么厉，你们不是住旧金山吗？我以前在这里念书，所以很熟。哦、你在 Orange 念书？对，在 Irvine。Irvine 啊、哦，我姑姑住哈森达海。哦，真的、哦嗯？都在附近。Okay, okay, okay. 所以你也常来 LA 找他们？不能说常来。这想让我想到海关的问题，一年大概两次。哇哇，这有 food court， 赞哦！那家牛舌饭是最有哦哦好哎，所以这个超市也是连锁的，对，就是旧金山也有。哇啊，它大概都是这个配置，就是有 food court， 然后有卖东西。然后进来大部分都 Asian 这样，都有啦，大部分。加州人都很爱日式料理。哦哦，加州都很厉害，韩式、日式，然后粤式，对，很猛。是三头火，不是火头山哦。啊，确认。我们台湾也有这个，你不要乱讲哦。真的真的，我们台湾叫火头山。骗人，我不知道。卖拉面的嘛？你看英文山豆港。嗯哦，可是他英文从左到右，然后中文是右到左啊。哦，有这个搜狗有一家，哦、真的、哦、有没有？真的、哦。我们天府搜狗，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叫三头虎，没有人知道。三，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我现在知道了。你这个啦，等下吃什么？哦啊，牛舌。我也很久没吃了。所以这物价是正常的吗？对，啊、我确认一下，因为我上次来美国不敢花钱。哦，真的吗？就十一月的时候，我真的吓到。就五三来说偏贵了。老实人，毕竟是牛舌。哦 ，OK 啊 ，OK 啊，不要勉强，可以吃。可以逛一下，等下超市买个水果就好了。一碗面也很便宜啊。欸、美国真的很恐怖哎，去日本你有没有觉得很爽？有，超爽的。狂买，都不用想。对，而且什么东西都好吃。真的，它又便宜。那你要吃什么、嗯？你可以拿你的那个翻译。翻译。那我就吃牛舌。你们都点几号啊？我之前吃八片啦、啊。八片。对。那哦，这是没有饭的，对不对？一号是没有饭。这是一个 set。哦，一个 set。哦，上面那个是它的。加一个汤跟一个。哦。下午。哦，对。然后没有差，我差两块钱。差四片，差两块。Bento box。没有，我说如果是都是 A、哦、便当的话，一个是套餐，一个便当。对。啊！你呢？那你要吃拉面？你要吃拉面还是这个？我吃拉面。好，那我先点。好。Hi, I want the number one eight. For here, for here. For here.谢谢，糟糕。每次最近来美国都是一个，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一个灵魂大考验。他都问你要不要 tips。
都很害羞。你要什么口味？哦，其实拉面也很赞的。你知道一些果儿？哦，糟糕，也好想吃这个。拉面多少钱？拉面是13块，比那个牛肉便宜一半。刚刚牛肉是二十几块，蛮贵。但是它是牛舌，所以。有吗？这边可以看。你要哪个？哦，你就差哪？差在它料不一样。这个有海苔，这个是木耳，这个是不知道。味噌，这是味噌，这是酱油，这是、oh. 这是油那个盐。哦、oh. oh.。And jump at number 48 and 49, number 48 and number 49. Oh, 旁边还有在串串，很赞的这个 food court， 这都是日式的。卖东西一样吗？跟台湾的？我台湾的没有去吃过，但我知道他有开。我也超爱吃拉面，洛杉矶也赞哦，真的。那你们两个比较方便，我带小孩。好、哦。然后那个每次都要考验耐心。你们去日本也要排吧？有。可是他不想排，他不想排队。哦。没有台湾精神。台湾人超爱排队，日本人也爱。日本超爱。有排队才是好吃。不排队吃起来不好吃，少一个味道。对。要看这个吗？对。1093。你要哪一个？这个。好、啊。普通的就好。对。盐味哈。嗯。OK。米点。那你要塞多吗？你要加？哦，这是一个。这是套餐。哦。你可以看这个，它这个有，这是猪肉的套餐，然后这是纳豆，然后这是鱼，然后第一个是什么？葱加什么？哦，卤肉饭那种感觉。好、啊、Hi, excuse me, I want a combo. A combo. And with a salt. With salt ramen. Salt ramen. Yeah, left side, medium, small. Medium. Medium size, A combo. Medium size salt ramen. Yes. Anything else? Uh-huh. That's, and one coke. One coke, regular coke. Drink. Yeah, how you know? Yes.Yes. Okay. Then for here to go? For here. For here, hi. Wow. You need 84? Yes, 18 and 35.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Can I have your signature? Okay.好啦，我们等一下应该吃完再去逛一下超市，有机会再拍超市跟大家分享咯，等等见啦，拜拜。